今日是在台湾6285月21日了，代表呢整个青山绿水啊，也是让我们更加清楚啊，台湾地理位置在台湾在太平洋之上，代表世界完全要从这个太，这个太可以用太阳，但是太阳需要月亮来配合，所以这个日与月如何合一，这也是我们在这一次当中为了国家，为了世界，为了地球，为了整个四大部洲，南瞻部洲，北俱泸洲，东胜神州，西部喝牛州，代表回归到我们人体的大脑四库水。我们要表达的是这个世界人民做主，人民要回到边缘系统，就是要回到一个镜像神经元，以真正的呢高度的同理心，我们了解到大自然里面所要告知我们的，我们如何真正的发出真正的真理跟这个光。真理也是代表真，我们透过人体，这个都是地水火风，都是一个从分子原子也是量子力学的概念所架构出来的，所以你要专注才有这个单一变化无边无尽，但是你一放松这个坡度呢，随着我们人类的意识而消失了。所以我们要分享最重要的国家的主人翁，也就是在佛法里面所谓的转轮圣王，一个转轮圣王的降临，就是要代表世界随着民众而闻鸡起舞了。身为中华民主，也就是呢华夏文明，可歌可泣的是在真正的呢静下来，我们有慎终追远，我们如何将这个大爱无国界的这个喜欢，所有的喜欢就是一份清净的心了。我们也期盼在全世界当中，台湾的文化从过去西班牙从葡萄牙，从荷兰，从我们所谓的日本甚至呢从原住民闽南人汉人，到现在整个所谓的这个移民的这个新民，我们要将这个文化再次壮大。文是代表文字般若，化是如何真正的融入到每个人的自身了。这也是佛法里面教导的随方毗尼了，这是非常严肃又庄严又自在喜乐的。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最重要的名嘴，也是代表明明白白在真理当中能够发光发亮，从人类的口水的酵素，为了此次，也就是这一次是代表全世界如何唤醒人心最重要的一次。我们期盼所有转轮圣王来到人间是从金轮圣王、银轮圣王、铜轮圣王、铁轮圣王，现在进入到呢其实是一个团队了。我们期盼真正的奥秘也是在我们人体里面，人体的奥秘我们如何去开展，将真正的镜像神经元，说时迟那时快，也期盼我们今日呢最大的保留，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到我们自身，当然在台湾上面的太平洋，也就是特别的清净的佛事，永明佛事要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呢永远明白真理，发光发亮，无量光无量寿长极光，代表我们人活着来经验来体验，我们都是宇宙的一个白金旅行者，我们期盼旅行可以让我们得到更多的真正的从这个物质界的兴趣资讯，能够找回自己内在里面的兴趣，找到生命不生不灭了。也期盼你听到了这一段影评，真正的答案我们一定要透过真正的静下来，好好的重新所有的一切选择，我们如何举出真理，选择真理发光发亮。我们也期盼今日在此青山绿水，好好的了解到高三清，高代表宽大，它并不是高低之分了，是宽大深深海底心，高高山底力。我们大脑里面有须弥山，这个都还是在我们欲界、色界、无色界，
还是会堕入到一个无法伸冤的苦了。所以我们如何达到高高山顶力？所以清就是青山绿水，我们都是一份清净来到娑婆世界南瞻部洲地球，我们来经验，我们来体验，我们透过日跟月要回到身体的细胞血，最重要的创造盘古开天新天新地新的文明新的智慧，我们将所有的秘密藏在人体，开展生魂觉魂灵魂的量子波。